晒盐的盐厂，盐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啊。看看这盐，哇靠，西哥，这个盐可能不是人吃的盐，工业，可能是啊，工业用低端的，也说不定，说不定就是，哎，这我告诉你，人肯不可能吃他那个盐，我告诉你，是吧？美国佬的那个盐，你知道咱们吃的那帮盐都特别洁净的盐，哦，刚才说喜马拉雅的，或者那个，这盐都。